今天学院考试的主题是弦乐伴奏，现场与弦乐团合作，对你们的声音要求非常高。今天这个也是城堡里的这个最后一次考试，也是最难的一次，下周你们会接受更严峻的考验，希望你们好好表现。没有了大家习惯的电声乐队的衬托，也没有了架子鼓很明显的节奏，所以今天晚上你们每个人的优点和瑕疵我们会第一时间的捕捉到。祝各位好运。今天的学院考试，你们五个人之中有三个人可以安全过关，有两人暂时危险，最终我们将从危险二人中选出本周将站上总决赛 PK 席的待定选手。现在考试开始。不要把我露馅，我就是不想给大家看到我的鞋子。快看这鞋，快看这里是鞋，快看。Oh no！ 嗯，老师好，我是杨洋。那么今天我要唱的歌是《月光爱人》，谢谢。从你的这种服装，从你的气质，从你跟这个弦乐队的配合，我觉得还是比较恰到好处的啊！加油。